许杰辉性骚风暴持续延烧，稍早他在脸书宣布退出演艺圈，引发震撼。日前他先是遭学生指控在表演课时要求模拟性爱配音，14日又被黄云星爆料10年前指导舞台剧时曾要求他私下缴交性感作业，有一次还拿着巧克力在他胸部面前低声问你可以夹得住吗，让他感到很不舒服。事件爆发后，许杰辉也做出回应，如果真的造成有人的不舒服与困扰，他诚恳道歉，也欢迎对方提告。没想到今天参加过同部舞台剧的短金也跳出来指控曾在小房间遭许先生摸胸，之后更有同团女演员爆料自己不止曾被许杰辉偷袭搓屁眼，对方甚至还跟他说你是因为胸部雄伟才被选中。面对接二连三的负面新闻，许杰辉直接丢出退圈震撼弹，他在脸书写下本人即日起退出演艺事业，停止所有公开活动，深自反省，诚心道歉。而正在拍摄的《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第二季，日前先是表示已将她的班表先拉掉。至于许杰辉在剧中的角色规划，制作人陈慧琳则回应会和公事商量再决定。